这个是停住架，那他刚才有只是希望我们把这些牌子放在正门口。其实马主婆刚才有指示，他基本上因为我们刚才这个是停住架，那他刚才有指示希望我们把这些牌子放在正门口，所以下次这个我们他有暗示，我们就其实我跟马主非常有缘分呐、啊，所以这次我这个开会办过来亲自迎接，那我们心灵有感受，因为我们还是为了我们的病友还有病人，我想诚心向上，马主就会保佑，这是我的感觉，谢谢。